家好，我是林采缇。那今天很开心呢，在亚洲游戏展可以跟大家见面哦。当初 cosplay 的时候，其实半蛇姬是第一次 cosplay，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，所以想要去扮演他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还不错，然后所以就拍了一组照片，然后就放在网络上，才受到大家的注意。之前小的时候还没有想过，差不多到后来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，因为高中大学的时候是学表演的，学校是学表演的，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有这个目标发展。那我对这个角色的感觉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很有挑战性，因为他太完美，然后他气势又很强，所以一开始觉得还蛮难的。但后来就是经过因为很多次扮演，就越来越上手，熟能生巧，所以就很喜欢，因为本身也很喜欢这个角色。